说点闲话，讲点故事，道点常识，咱不想惊人，也不想吓人，各位听了会心一笑，咱们相忘于江湖。一鸣不惊人，欢迎收听。我是张明，一鸣不惊人，今天接着开讲。今天讲的题目是调包记与读懂中国。说是有一个街头小贩卖枣子，以非常纯熟的办法把人家挑好的枣子给调包了，调了一包这个有点不太好的枣子给人家。这种调包记啊，其实我们中国是古已有之，很早以前就是你比如说你到饭店去吃饭，你说你点一条鱼，但是呢等到下厨的时候实际上给你做了另一条鱼。有的人客人为了防止调包，甚至在鱼上写上字啊，写上自己的姓名，然后最后拿上来一看啊，这个姓名这个名字这个字儿还在，就是我的，但是这个名字这个鱼就写上你的姓名，就是好像也不好听。但是这种调包其实是很多饭店都在这么做，街头小贩也在这么搞。这个街头小贩还有另外一个毛病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缺斤少两，经常是啊，你买个十斤的东西呢，可能拿到家就八斤或者是七斤半，好一点的也至少是能够掉个几两，肯定掉，肯定就缺斤少两，他的秤就有问题。你买东西也不能说每个人去拎个秤去买东西啊，当然也有这样的，像大妈大爷啊，真是拎个秤去买东西，但是一般来说，一般人是不会的。就说我们知道这种街头小贩实际上挺可怜的。他们经常会被这个城管去撵呐、被人去赶走啊，不让他们做呀，也挺可怜的。经常会被摊子会被砸呀，车会没收啊，货物被没收啊，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他们自己会绝对会出这样的事，就是说他们很可怜，但同时又很可恨。他们自己从来不知自重，就是至少我一部分人不知自重，经常会缺斤少两啊，给人调包啊。就是还有的人还是甚至还比如说像这种讹诈呀。就是以次充好啊，完了这个，甚至说这种强行买卖啊，都有。就是说怎么说呢？就是说我们知道它是，其实中国呢最近也开一个好像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，叫做读懂中国。记得以后南方周末有一个，它有一个报头就叫在这里读懂中国。其实我们在这种调包记上也可以读懂中国，就是中国总是这种现象从古至今就会存在，就是老百姓有一句话说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们看到人其实很多很底层的人其实挺可怜的，他们生计其实很艰难，他们在非常艰难的这个情况下就挣扎这活着，但是呢同时呢他在这种挣扎过程中呢，他又不断的在用一些小的大的花招来坑人，这个害人骗人，就使得，而且甚至的有时候他就会使出，就是为了让人这个同情心大发嘛，有的是乞讨的，种种都是这样。但是他们自己从来不注意，说从来不想到说用这种欺骗的方式博得同情，最后会换来什么？会换来什么？后来对你这个所有的从事这个行业的这种小贩的一种不信任。调包计出来之后呢，可能人们就他的生意就是整体上小贩的生意都少了。缺斤少两普遍了以后呢，他们生意也会减少。而且人们对他们这个城管追打他们这样一种同情或者声援，也会这生意也会降下去。那么，就是说，实际上这些可怜人在做的一些可恨的事儿，这个可恨的事儿实际上是在自毁他们自己，在毁他们自己。但人们却会不断的会做。每个人都会想，哎，我今天做一个坏事，我今天掉一个包，但是我今天掉个包，可能我就会今天多赚一点，啊，自己是长远上看，把我们这个行业都毁了，把我们这帮小贩都毁了，或者把我们小贩整个生意弄坏了，那算什么？那跟我一个人没关系。他没想到，他是一个小贩的个体，这个小贩的整体都受损了，他其实也受损了，但是他没有这么想。他不会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，总是想我今天捞点是一点啊，我要利用人同情心去骗一点是一点，反正今天我坑就行了，自己说以后怎么样我不管，就是这样一种心态非常普遍，就使得人们实际上他把这个人的心都磨得很硬，他实际上是把自己不仅把自己的道德水准拉低了，
同时也把整个社会的盗窃率也拉低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施以同情的人，这种同情心在降低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这种道德水准在下降的。这绝对是一个灾难，就这种是灾难。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灾难，它确实是在流行。它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实际上我们知道，这个小贩儿，这些小贩儿，这些包括这些乞丐，他们不是一个社会，他们不是一个社会，他们不构成一个社会整体，他们没有一个整体的利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没有给小贩儿，我们尽管总是城市管理者总是驱赶他们，总是想把他们管住，但实际也管不住。但是呢，从来没想到过说是不是我们给他一条生路，让他们去干，然后呢，我们把他组织起来，让他们进行自治、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，然后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，提高他们的社会这种适应能力，也提高他们这种这种自觉性。那事实上，只有自治的人才有这种自治的，才有自觉的道德，这两个是正相关的。如果你连这种自治都达不到的话，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单兵的，每个人都觉得我只想今天我挣多挣一点吃一点，今天我能骗点吃一点，我蒙一点吃一点。他们从来不想到说我是不是以后怎么样，那以后怎么样我怎么知道，今天我过得这么惨，对不对？我就能混过去混过去嘛。所以谁也没想到那么远，谁没想，他也不会想那么远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不是一个整体。他们没有人会把他这个整体这个一个群体的力量、群体的智慧给他发挥出来，因为他也不是没有这个平台，他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所以呢，实际上我们既然没有能力，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管理者既然没有能力把他们全部遏制住，把小贩这个行业到处流窜的小贩行业消灭掉，但是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平台，给他一个活动的空间，让他们能够自治。而不是说把他们圈起来，就给他画了一遍牢，这地方这时候也没有买卖，也没有人来给你圈个地方让你去做买卖，然后你去卖东西啊，以后死活也不管你，这个不行。你让他至少你在这个地方，你让他能够去做买卖，能够挣到钱，同时呢他没有自治能力。如果不自治，那我们再处罚他，对吧？那么自我约束能力慢慢培养起来，这样呢，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社会才慢慢好起来一点，我们才会我们这种常见的这种掉包计啊、缺斤少两啊、坑蒙拐骗呢，也许才会有所收敛。一鸣不惊人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希望大家下次再听我唠。